位于澳门商业区新口岸的上海滩餐厅，标榜正宗上海菜，让迷恋上海口味的饕客一饱口福。走进餐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栋古典的木质建筑，仿佛身处上海的巷弄间，沉浸于澳门的光鲜亮丽，不妨走入这繁华间的宁静，让你一尝平凡中的不平凡。刚出炉的小笼包还冒着蒸汽，薄薄的皮儿显得特别晶莹剔透，甚至可以看到里面的鲜肉馅料和汤汁。除了小笼包，其他传统上海菜式也处理得非常出色，最正宗的上海味，难怪大受这一区的商界精英欢迎。